几，快啲到康达授权经销商了解详情。喺度 Miam Channel 就嚟放工，我系袁若嘉，我系张叶小薇。交班之前咧，听过薛之谦的新歌《足够》，还有周杰伦 Lala 的这首你一定会跟着唱的《珊瑚海》。但系咧，你记唔记得周杰伦有首歌好型嘅？咩歌咧？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都好型。我问你咩歌手个自信大到可以将佢自己嘅名全名摆入个歌词？你试下讲出嚟。你知点解冇？因为佢好耐之前咧就已经预测到咧周杰伦系一个族群啊。所以一直唱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可能但系呢一首歌咧，你唔可以唱夜长明，夜长明噶嘛，但系可以唱我名，你听下。个尾音又系提高，系 OK 嘅，系咪？所以我真系咧，当初我好记得啊，细细个，真系细细个啊，嗰阵我记得系要 CD 铺咧去买 CD 嘅，然之后买 CD 系个银哥嚟嘅，银哥问我：，呢个人唱歌沉沉沉沉，我冇听咩？我讲银哥，你信我 ？confirm 红嘅，一定红啊！他其实第一张碟我已经扫晒所有的华人市场了，一个人在一个乐坛行了这么多年都还是一个神台位的话，所以那些飞一出飞就卖晒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人们说他你的口音咬字又不准，这个是他的特色还有很unique，所以 我觉得他都是改变了一个朝代的，或者即以前说你真的要字正腔圆的嘛，做歌手做你要咬字咬得正，但现在都是情感出发多一点、嗯、所以我们情感出发呢就是由于觉得你没有买到飞好阴公主，我们会送你OK 马上呢就是 follow MyFM 的 IG 留意一下，我们每天都会 upload DJ 即是所有的 DJ 模仿周杰伦专辑封面的相，所以很简单，那天我已经出力了，所以我觉得我的神情有少少诡异、嗯、但我真的出尽力的，我觉得我是可以復刻翻嗰個封面90%。係啊係啊。做乜嘢？我攞埋影啊嘛！我攞埋我自己嘅道具嚟，你想我道具出埋我嘅道具咯、啊。OK 嘅，咁啊，大家睇咗封面咧，只要你留言啊，講出呢個封面係周杰倫嘅邊張碟，而且分享創意地分享啦，吸睛地分享啦，你點解去想睇周杰倫的演唱會的創意原因時候，邊咧就會 PM 你，你就係留意翻你嘅嗰個 inbox 啦，然之後。成功接到我哋嘅电话，再次分享你个留言嘅话，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准值超过1000 ringgit 嘅周杰伦演唱会入场。出席 MyFM 为媒体伙伴 Horizon Production 以及 Sky Contents 主办，10月26日晚上7:30 Bukit Jalil National Stadium 华丽引爆周杰伦嘉年华2024。仲有嘢讲噶，问你讲埋佢，我唱紧歌，我唔得闲。我就听俾你听，你唱得几咁肉酸。我换歌。详情条规去到 my.com.my 最红最大牌嘅演唱会，守住最好玩嘅 My FM。我好记得呢首歌咧，因为好酸啊嘛嗰阵，然之后写歌词嗰，你知唔知边个？边个？徐若瑄。哦。肥女嘅真系。太多歌啦，呢周杰伦我是但攞手啊，唔系都系大家会跟住唱嘅歌嚟嘅。哇，仲有一首，我应该表演嘅时候表演过呢首歌。哎呀，好开心啊！下个星期开始送飞啦，祝你好运啊！我同阿明。继去年 My Big Show AI23 获得全马听众热烈回响，今年2024年全马收听率第一的中文电台 My FM 要继续为你带来马来西亚最盛大的中文娱乐盛事。欢迎来到。啊啊！10月19日傍晚6点 ，MyFM Big Show 好玩乐园将在云星剧场揭开序幕，聚集全台19位 MyFM DJ 以及海内外大牌歌手，包括张栋梁、郁可唯、邹帕孔、赖松凤、3P、艾薇、陈浩森、迪欧大影、Steady Gang 以及曾北等联手为你呈现最好玩的舞台演出。约定你10月19日一起踏入好玩乐园，感受欢乐无限。MyFam Big Show 好玩乐园由 Brothers 为你荣誉呈现，粉末 Day and Night 全素玫瑰花胎素，吃出水润素颜美，加强内在调养，帮助稳定肌肤状态。 MyFam 电影抢先看，在香港上映好评如潮，由九龙城寨之围城团队打造一部讲述香港动作演员心酸经历的电影。我个年代的舞狮 Never Say No，饰演多年的动作指导李森为昔日拍档导演人生最后一部作品决定重出江湖。再过多年，我还记得香港电影曾经是电影。
快啲上到 mind.com.my 同埋 Shop App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卡，观赏由刘俊添、董伟、蔡思云、林耀星主演嘅香港动作电影。详情条规及私人隐私权，浏览 MyFM 网站。冇睇到，10月10号全华连续上映。老婆，我昨晚发了个噩梦，梦见我们给宝宝太多含糖的牛奶，太可怕了。放心吧，老公，我们选用的牛奶不含添加糖或麦芽糊精，一切都好。你太聪明了，老婆。那当然 ，Fun Fresh Girl Smooth New Body。哈菲诺们十月摇滚大促销现已展开，以超低价格购买名牌电器、电脑、手机与最新时尚的家具及寝具，可享更多优惠。十月摇滚大促销现已在哈菲诺们所有分店及线上限时热卖。下雨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那一位曾经伤害我的他最近好不好、啊、你在想什么？最近狂风暴雨来得突然，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到大树倒下、马路地滑导致车祸等等的意外。 MyFM 在这里要提醒你注意天气变化，出门时记得时刻保护自己的安全。遇上恶劣天气车速要缓慢，避免在马路上因车速太快而发生意外。出门时记得时刻带雨伞在身边，避免自己因淋雨生病。在这天气多变的季节里，不要忘了保护好自己。去乐园一定要坐海盗船，很刺激。我最喜欢玩过山车，因为往下滑感觉真的很爽。这个十月份也别忘了把你和朋友一起去主题乐园的美照和回忆分享给 MyFam 和小康地区。在马来西亚最广泛及最快速的小康地区网络，使用 Generacy 5G 释放您的潜力，立即浏览 www.xiaocongdigi.com 获取最佳的 5G 配套设备及光纤网络。全能音乐创作才子 Cashy 即将带着他的最新巡演来到马来西亚。 MyFM 为媒体伙伴， Cashy Recruit Tour 吉隆坡站即将在2025年2月24号在 Astar Arena 浪漫开唱。马上上到 GoLive-Asia.com 购票吧，约定你一起进入 Cashy 迷幻又温柔的音乐世界。麦跟你讲，汽车是代步工具，能轻松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但驾车难免会面对耗油的情况。 MyFam 要安利你减少耗油的小贴士：第一，时常保养汽车；第二，避免放任引擎开启而不使用；第三，养成平稳驾驶习惯。你也可以让 Prodo Asia 带你启程，充满活力且时尚的外观，各种智能安全功能让你安心驾驶。 Asia 的耗油达到每公升27.4公里，绝对是个省油好手。 MyFM 好玩，下个小时继续有你喜欢的歌曲。下个小时有徐婉婷的《我的歌声里》，我的梦里，还有梁静茹情歌，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新歌到，犀利啦！一首好听嘅广东歌，有张栋梁啊。几百万人在孤单，没人缘分。今日派台嘅佢人生第一首广东歌《集体孤独》。晴天、雨天，上班、下班、上课、下课，都有 MyFM 好玩在你身边，一起度过精彩每一天。MyFM 大事件是由 ProDua 为你呈现 ，ProDua 阿夏漂亮有型，让我们驾驶省油及物超所值的轿车，今天就到临近的 ProDua Showrooms 试驾。粉红十月健康嘉年华，粉红希望生命延续，将在10月13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Sunshine Central Penang 举办。此活动是为了提高乳腺癌意识，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此外，你想的不是你想的世界心理健康日博览会将于10月5日和6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在霹雳海南会馆举办。这项活动是为了提高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的知识。你好，我是 MyFM 今晚做什么的 Daniel 黄振宇。更多活动详情或分享你的活动，请浏览 my.com.my 点击 MyFM 大事件。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毕业生可享有1000令吉现金回扣，购买一部全新的 Prodo Asia 去符合条规。